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廖美彤，我是一名兼职画家，来自马来西亚。我的作品都是探讨关于现代人的一个心理状态，对于我们成长过程中被社会化的一个内心活动，里面充斥着许多的无奈及无助。我觉得在探讨内心活动的同时，也是正在对自己进行了解，去认识和理解他人也等同于认识自己。或许是童年的关系令我对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，我非常喜欢幻想自己在某个人群中，在一个虚无世界里，周围都是一群与我产生共鸣的陌生人。虽然彼此互不相识，却有某种连接的存在，又或许他们是自己散落在世界中的碎片。